哦，明天台风来，好想放假。哦，年轻人跟着乱画课本，这次换来好强的台风哦。杜兄，别惊，台风来储水备粮，我已备好防台用品。若欲保命，过去海边观潮及河边戏水。若像屈原，就进汨罗江一吐居居了呢。还要确保沟渠排灌畅通，避免淤塞淹水，还要赶紧收拾花盆，固定门窗招牌。李兄，你防台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是啊，这下画的台风再大，咱们也不怕啦。防台作业准备好，远离灾难免烦恼。